我们还是沿着这个岸边的方向哈，这个草丛的位置啊，这样收过来，看一下有没有大家伙存在。昨天在这里跑了一条巨物，所以说今天还是继续到这里。哎，来了，说来就来，是不是？根据判断来说啊，找点位是特别重要。我们按照这个岸边搜索过来，就来了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家伙。哎呀，过斤了，过斤了，兄弟们，过斤了。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草丛边缘哈，搜索这个底部的障碍，获得一尾过斤的红眼。谢谢大家，喜欢加个关注，咱们一起学习交流哈。可以吧，还可以，红眼的拉力不错。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哦，还在跑，还在跑。这个过斤的红眼哈，它的力道就是这么大，遛鱼特别舒服哈。我们把它遛翻，遛翻直接飞起来，啊，可以吧？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走了。